要表演的是丑女被绑架，角色一角色二路人甲，角色三警察，角色四掰开丑女。我们表演开始。某一天，掰开丑女悠闲地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一位绑架犯跑出来。绑架犯把丑女带到一条死路，我这么丑，你竟然要绑架我？路人甲看到，啊，有人被绑架了，我要打给警察。喂。有一个人被绑架了，在哪里？在甲位北方路。好，我立刻去。丑女得救了，警察过去了，你去死吧。丑女得救了，故事就结束了。谢谢大家。